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鬼。我们今天呢，应应大家要求，我们再玩一下这个恐怖的游戏，这个《玩具熊的午夜后宫》第二代。那我们上次呢，过完活过第一页，然后第二页，我们现在来挑战第二页。听说有五关，然后还有隐藏的关卡的样子哦。先来玩第二天。好啦，第二天开始喽。电话。欸，我好像把它挂掉了。那电话基本上都是在说，就是一些提示，然后还有一些剧情。不过剧情就是去网络上看的。那说英文，然后说太快了，又没有字幕，完全听不。好啦，那我稍微研究了一下玩法。总之就是要阻止一些奇怪玩具来找我，然后有些要照光，然后它就不会过来。然后有些是要戴面具他就不会过来了。那我们主要注意这个房间有三个角色，看一下有没有人不见。然后这边有音乐盒，这边音乐盒要转。那如果音乐盒太久没有转的话，没有声音的话，会有一个类似魔王的家伙出现。听说就是遇到他就一定会死，非常的可怕。好，看一下有没有人不见，常常监视他们。好，没有人不见。这边好像还没事哦。附近的房间都还没有人。对，安全。好，其实我偶尔也要看一下正面有没有人。好，有人吗？哦，目前还很和平哦，已经一点了。好，还没有人呢，转一下。哦，为什么？怎么突然画面全坏？没人啊？哎呦，哎，画面全坏了耶！是怎样？哎，没人啊？哎，出现一个奇怪的白色的玩具，新角色，那集没有见过的。哦，兔子来了，兔子过来了。哎呦，兔子不见了，在哪里？哦，来了。哎，这个我是要戴面具。白色的怪物。Hello。 哎呦，有惊叹号哎。啊，怎么办？是那个要转了，还在吗？哦，狼欸，这个是要照他对不对？我记得他这个要照他才行，这个戴面具没有用。大家说那个狼会直接杀掉我们。他什么时候才要走？欸，我要去按了耶。哦，怎么办？兔子，怎么办？我们要去转了。啊，那个狼到底跑了没啊？哦，熊，换熊了。熊，我们要戴面具吧？他那个到底有没有算过来？我知道什么时候戴。你还在？先戴着好了。快走！你刚刚撑过兔子了。熊，快走好吗？看一下，哦，来了！熊，快走啦！我也是熊，我接下来要去转音乐盒了，要转音乐盒了啦！走了没？喂，还在？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什么时候才要走？不行啊，我要转了！啊哈，出现了！啊，音乐盒，怎么办？救命哦！天哪，欸，有脚步声，有脚步声欸。欸，我手电筒怎么亮不起来？这个奇怪人，这个我们等一下是不是也要先转一下？要戴上面具吧？先戴面具再说。哎呦，换一只了。哦，还有兔子。啊，
好多人哦！我的妈呀，兔子又来了！救命哦！走了吗？哎，熊又来了！哎，怎么那么多人呢、啊？先转一下。哎呦，有脚步声！哎，照不到人呢，正面照不到。哦，来了！快走！你快走！哎呀，有人说 hello， 是有人来了。哇！为什么啦？什么时候出现？刚才不是熊吗？哎，他怎么可以这样接连一接连着熊，后面又藏了一只那个狼？玩这游戏真的会流汗。哎，那真的太坏心了吧！这游戏，怎么可以明明就是熊啊，突然来个狼，先喘一下，太可恶了，差点就过了，撑到五点就过了吧？我们刚刚已经四点了，那么久，今天过好慢。哦，画面又坏掉了，已经是又有人出来捣乱了，白色的家伙。但是白色家伙又出现了，哎、欸，是不是少一只兔子呢？兔子还在。这家伙到底是谁啊？坏掉的白色的家伙。等一下，兔子这边三只都还在。然后是要时常看一下有没有狼哦。狼突然就跑出来呢，完全没有预兆呢。哦，这好像叫鸡妹哦，兔子也来了。哎呦，怎样？来了吗？哎，那人？哎，跑去哪了？哦，狼，还有白色的。我们要照多久它才会走啊？那你照的是不是很耗电？哎、欸，可是他不走怎么办？什么时候才走？快走啊！欸、要转那个人哎、欸！哦，白色的还在。哎呦，有笑声！白色的这个要怎么处理？戴面具。哎、欸，要转了耶！你可以走开吗？走开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这好烦哦！哎、欸，有怪声音！哦，熊来了！先带着好了。嗯，走了没？哎、欸，又是狼！还有，我要转了。等下，狼不要咬我哦！哎、欸，换鸡妹，鸡妹，鸡妹好像要戴面具，这个是不是还不够近？我们是要等它近一点再戴。哎、欸，怪声音，怎样？我不能开电灯哎、欸。哦，又是熊。应该还可以转一下，戴面具。哎、欸，旁边好像有声音，旁边的水管是不是有人？快走，你们快走！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照不到光。哎、欸，水管好像有人哎、欸，熊还在，熊还在，也、欸、要转了。面具！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熊还不走！哦，鸡妹出现了，要戴面具！快走，你们快走！你们快走！哎、欸，画面全黑了！
掉了，走掉了，走掉了，转一下，好，没人，照不到光哦，又是他，速度跑超快，照不到人是要戴面具，我觉得照不到人的时候就是有事情要发生的时候，快走吧，怎么还没五点？快啊！哎，还在耶。不是五点了吗？有声音啊！快走吧！救命哦！有狼，又是狼！糟糕，我的手电筒照不起来。照不到中间怎么办？哦哟，白色的。白色好像不会攻击我们哎，快转快转快转！我要转这一次要撑到最后。白色到底是怎样？等下他一靠近，我们马上带，带就好了，不晓得他攻击方式。没结束了没？又有声音。白色哦，过了六点了，狂流汗啊，狂流汗这个游戏，呼，这游戏太恶趣味了啦，有够恐怖的。现在是怎样？戴着这个头盔耶，哦，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不能按开灯，也不能哦。It's me， 哟，好恐怖哦，太恐怖了。好，我觉得这个一次玩一天就好了。玩太多好像对心脏不太好，玩太多好像不太好。如果我们之后心脏还够力的话，我们再来玩之后的剧情，感觉超恐怖的啦。好啦，我们这集差不多先到这边中断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希望下次不要再见啦，对心脏超不好的啦。好啦，我们就之后再说喽，大家拜拜。在 G2A 平台中可以找到更多游戏，别忘了输入 ONI 可以得到更多的优惠哦。